大荒再度来袭，恐怕门主为此消息已然走漏。杜门主上市危急，运功正在紧要关头。门主啊，就看你了。力不负夫人所托，全刀布阵。小心！小手指尖。八门入阵，上！快的厚望。 没输出，可以打，所以喊深度你就不能再打了。
下攻略，查一下攻略哈。等五门挑战攻略。能不能清太快啊？可能最后一只要稍微扣一下。顺序错直接逆转，第二顺序砍三只怪一样顺序打，破阵之后一阶段打完。破阵人员需把每次都打，只留一点血不要打死。哦，他说留一，然后呢？重复喊。开不要流残血，去哪里？你看不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哦，等他留下一轮再把那个字。就可以打，但是他喊太低很下一个。他滴血，你小心。根本没输出啊！懂了。我们打超久了，就他现在还跟必然打一样状态，我傻眼。他装不是有好？我打51%，我操！傻眼。整条王的血都，半条王的血都我在打了，傻眼哇！但是都比我好哎、欸！哇，他一直在旁边看来看去的，我都不知道干嘛哎、欸！哇，各位，留步！我打王也，一光打输出手法可能就有问题。现今时间紧迫，
硬闯恐怕来不及。什么用到拼？断剑阁后有人大声阻拦。问题，不然哪有可能伤害他？你跟我断剑阁，至少也来个二单子趴吧。自己刚进来打的。是吗？他专心打那个呢。打那小怪，小怪的血能多少？然后天香还会打他，打一下。那个，你把那个伤害重新算一下，我就可以把它关掉。那是不是技能出了问题？怎么来那么久啊？还在被毒是不是？那怎么会毒这么久？我知道了。我是说他就不补的啊，不是被削去了拇指，我还是天下第一大厨。我不屌，妈的，一直帮另外一个人补就好了。我们要过这断剑阁。哎呀，猫咪！快点让开！别说辛苦吃不了热豆腐，每种厨子做的豆腐也还过得去。西域香料真不错，好吃，好吃。看你呆不呆，傻不傻的，故意拖延时间不成？怎么啦？他爸爸把他刷成这个。来吧。后阵一个人内功提升55点。来吧。干嘛刷成后阵？这么简单，一个人。被吃的好了，这招超痛的，我早点吃过伤疤药。包子要打掉，包子要打掉，不是？我装不住了，我死定了。我好像可以解毒。我不能吃。可以解毒哇，来不及太毒了。他第一次是吃包子吧，我觉得。是啊。我在两脚啊。啊。好的。我忘记他第二个是什么。
两面。回来，怎么这么抖啊？谁过头了我？还个天火剂，哇！还是我弟。你等下先出去修吧。队长好像不能出去，跟队长能出去。把队长转给别人就好了。哦，有道理。他的狂输出是指15%吗？真的傻眼。都出了一批宝箱，大家先去吃饭啊，然后赶紧回来停下标。为什么这个攻略讲说，如果他要吃鸡的话，就把包子跟牛掉啊，就让他吃鸡啊。可是你不能让他连续吃两次鸡。打死包子或你怎么都让他吃一次就对了啦，简单的讲就是这样。啊、如果他要吃鸡，就要都杀掉。你怎么都让他吃一次就对了。那哦，所以第一次不要打，就是故意让他，故意就直接让他吃嘛，因为他一定会吃，因为都是第一次嘛。啊、如果第二次他又喊上一次那一个，那你一定要把那一只干掉啊，你不能让他吃同样的嘛。啊、如果第三次的话，他又喊其中一个，那你要把那另外两个干掉，所以第三次应该是要只留。好了，准备了啦，讲那么多，其实等一下也是蛮的硬操。不是、啊，可是他徒弟不知道要怎么打。我也不敢让他打小怪了，然后等他妈的 A O E 三只小怪一起死，根本没办法玩。那就是。小怪不要，不敢让他打小怪，离怕。好，你没有弹的，没有弹的哈。我看他弹了。Hello。过阵子了。Hello。真的。我想要刷刷家人队。根本没有用啊，加内功干嘛嘛？真的没用。过阵子重点是加双攻，可是那个要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弹。来咯，
有有。好，给他吃鸡，给他吃鸡。你刚刚补我，你刚刚补我。我没掉弹药啊。他吃了，吃了。鸡打掉了没？还没。哇，完蛋！杀掉的，嗯，击杀掉。应该就闪好了。看，他们看着我吃了。这抓的彪彪，我去！丝绸、哦，完蛋，变丝绒了，两银。等候各位多时了，这里下去便是主阁所在，准备好我们就走。我准备好着。迅速消灭所有守卫。要在外围守卫发现前到达阁内。做好的金铁变丝绒了，对，双人骑乘。哎呦！站住！夫人为门主疗伤，你们怎能打扰？我这个这能干嘛？双人骑乘。真的，小区没有那个双人马，真的，没有马，这个阵很烂，我不知道，有的阵很烂，
哎，只有二十秒，那什么垃圾阵法，偷懒的啦，偷懒的阵。扛下一个龙鳞翅啊！我控制不了。那他那个等一下。不要跟我靠旁边，我尽量拉他一秒边的，不要跟我靠旁边，我就是在这个位置。你叫他不要跟我站同一边。击残你一名队员，请选被残一名队员，然后人变。
我不行了，让我先喘口气啊。等一下小玉来。没吗？还没到。哎，没有，我们三不同兵。三兵，三兵进城。来喽，难一点吧。妈的，我没进来队。只要对空气强制，干他不动了，那我开喽。他再这样输出，我要害死他。好，我要把那个剑气往他身上丢。来来来，拿，单挑。好的，哇，这个很快的。我跳太慢。
我刚刚是不是？我要开复活的大妖了，赢的。我先拿一把，感觉。那还行。但他要再打，他要再害。所以刚刚会全屏，所以它变红。没有，绿色一定会放那一招。我说红色的时候。啊、哦，绿的是大范围，刚刚那个，然后红的是会全屏，所以躲不掉。红都躲不掉了，绿的有办法三连跳。要跳快一点。天杀的，这次出手吃大亏了。小心。哎呀！哎呀，这不然就没啊！准备要去吃饭了，再不吃饭，等一下天下标就歪了。那只能小家庭套餐了。那肯定是不行的。那只上谈兵啊！肯定是不行的呀。进来一点，你要不听就很恐怖。
行了，让我先喘口气啊！一边凉快去。不要在我这边。冷静，我刚刚已经收手了。去旁边回个血、啊，我弟回啊，先想我补血。来给我，下。他错了，聊天王。好的。站在那个他的范围，他跟王中间，对，不要站在中间，他那个剑气会飞过去。啊，他被虚弱了。不要站王的连线。啊！我操！啊，天王飞刀，贼三小。我去救他。我救他。我都在 CD 吗？不行，我都在 CD， 我救不了。我们去打两天王。我操！这两只，别抓！大哥，这次我真的不会记错。又劈到我了！
好的，别打，直接打苗天王了。我操！干干啊！别得死啊！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有人把那只大只的拉拉走。我们少一个人可以拖他。一定要有人帮我把拉大只拉。没有讲话。大只谁看得到？这个毛线。还不错，他死掉之后我们打很多次，让他先去扛第一个龙鳞刺，他直接死掉，不爽。哎，你们怎么都可以从这边上来？哪边？跳上来是吗？你看，这是骑马骑过来。还没行啊。有什么证的吗？没有啊，文士不是有加双防他对啊，博士有加什么的加什么博士这个证不是跟我要烂证吗？他怎么不吹笛子？博士有加双防，直接打，算了，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天哪、啊！他那么外面，他要被抢枪塔。倒了，你看。他外面还要被抢枪，我看喽。没，还没有。试试打我。不用走。我来救你！
谁死了？就是他。那东西不会爆开吗？这个不会爆，但它封闭技能。哦，还好哦。你输出根本不够让它爆的。要红绿，但是红绿球都要稍微打一点，至少打半小时。反正绿的时候爆不了。现在就有点危险了。爆了，爆了。我操！好，等一下。这场你要讲哦。啊，被输了！我被残影，我被残影，我被残影。那是刚我们别的。打王可以。野火又是丐帮的，怎么都是丐帮的？哇，新丐帮！哎、欸，我还是被残影了，救命啊！我操，我还是被残影了。不过我还有两句话要说，马上就好。不给捡东西，哇，好扯！把你的点心砸。想困住我们？你们还不够格？来、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！我回来添装表。你下边不是八点半吗？八点啊，八点半你在运的时候，你已经被抢到歪头，已经歪头了好吗？捡了一回事。八点抢的肯定是歪头啊。哎呀，我就是歪头的那个。好了，先出来。哎呦，哎，速度十发，速度十一师，搞定。八点前就要预备啦，不然那个标抢到歪头，除非我开普通标，普通标就不会被抢。不行啊，普通标太没前途了，就是要准备好十二只高级标，然后再加三倍红货。但被红火围起来，肯定是被抢到歪头。你没有八点准时，就是要被抢到歪头。哦，因为八点的时候有大部队可以跟。